大家好，我是阿忠。早餐包子油条吃腻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葱花烧饼，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做法，不需要提前发面，个个都是咸香酥脆，松软又掉渣，上桌全家都爱吃。直到给它压成一个大的面片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在压制的过程中里边有空气，我们就用一个牙签给它扎一个孔，把里边的空气给它排出来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都擀成这么大的厚片，然后我们把边缘再给它擀薄一点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， 0.5 厘米厚的厚片就可以了。上面我们给它抹一层的水，然后再给它卷起来。卷的时候里边尽量不要让它有空气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都卷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稍微的再给它抻一抻，抻一下，尽量给它抻长一点，稍微再细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给它一切为二。大家看一下这里边的层次，非常的清晰。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用保鲜膜给它盖起来。预防风干了，然后拿出一个面筋，收口朝下，给它擀成一个薄薄的大厚片。擀的时候尽量给它擀成中间厚，边缘薄的薄片。大家看一下，都擀成这样的薄片就可以了。拿出一个我们擀好的面片，放上我们的板油泥、葱花馅，然后给它收口。收口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圆圈收，然后再把多余的面团给它揪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好，所有的生坯制作完成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们拿出一个饼皮，给它擀一下，给它擀成椭圆形，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好，所有的饼皮擀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放入烤盘。如果家里边没有烤箱的话，我们可以放入烙锅中给它烙制。摆好之后，都给它均匀的刷上一层蛋黄液。 最后再撒上几个黑芝麻点缀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入烤箱，烤箱提前预热，预热之后我们放入生坯，好，盖上盖子，上下温180度烤1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静等美食出锅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整个厨房啊飘的都是葱香味，真是太好闻了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哇，非常的漂亮。各位老铁看一下这个颜色。 非常的地道，好，我们端出装盘。好，我们装盘完成。各位老铁看一下，这样做的葱花酥饼，好吃美味，营养又健康，而且少油，无论是大人小孩都爱吃。我们家一做一大盘，盘盘不够吃。接下来我替大家打开一个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各位老铁看一下，外皮非常的酥脆，里边非常的暄软。我替大家尝一口。 咬一口，满口留香；吃一口，绝对让你停不下来。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，特别是早晨吃够了包子、油条的朋友，一定要学会这种做法哦。学会了既可商用又可家用，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各位好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